谢谢你好。风控组对周边道路进行风控。各组展开行动。追击组未发现报复分子踪迹，完毕。是重大的节日，我们越要加强全流程、全要素的战备演练，帮助官兵提升节日战备观念，锤炼部队打赢能力，确保随时能拉得出、打得赢。